嗨 ，V China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肖战。这一次看秀最开心的是，很充实，重回米兰，然后感觉很亲切。最遗憾的事情就是可能待的时间太短了。如果有平行世界，我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些超能力，不希望这个世界上有纷争。我喜欢做的是可能提前了解一些这一季的一些风向，不喜欢做的是可能就是做一些很繁琐的一些服饰啊什么的。关于穿搭，私下最喜欢的那就是比较休闲一点，舒服一点，然后最不喜欢的就是花里胡哨。关于健身，最喜欢做的应该是最近应该是在练手臂，对，然后最不喜欢做的事情是应该是深蹲、黑白灰、往上。刚刚的秀，做减法，舒适，精彩，多变，吃披萨，就是走一走吧 ，City Walk。我觉得最大的惊喜是包，我很喜欢它那个包的造型，很前卫，很大胆。特别的准备的话，应该就是了解一下今天的秀场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。今天自己的穿搭是 Gucci 2024男士秋冬，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这个皮质的外套吧，它非常的有型。过年好像没有，过年都在剧组里面过的。2023年的成长，我觉得是更加有韧性。2024年的期望的话，应该是顺顺利利，健健康康。